劉小姐今日五年時間過去，其實個感受係點啊？個感覺就今次識幾啦，人少啦，網紅少，傳媒少啦，但係有一樣嘢好多嘅就係、是、警察好多，但唔需要嘅，因為都冇人參與乜滯，只有懷上一點紀念五年，所以我出翻嚟啦。又咁啱今日係風和日麗啦，又冇落雨，又週末又五週年，咁咪嚟度憑吊下個遺跡咯。拜拜。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！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鐘仔先，撐我哋撐真相啊嘛！